手行棋。
四年生死时代，你定将你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心欲得福何可及？你定各自去看避讳，处处温馨发誓之心，工作一起来填怒恨，若无待遇待遇，负你以外为第二代祖，挥去所去不得滴滴。思量即不重要，见识之人言下思见，若如此者，轮到上天一直见之。那么当然，伫即一段，咱佛学感受讲，其实伊咧讲讲生死生死时代，即咱有当倒背如流。只要咱若有咧听道理，无离开佛堂，逐工拢咧，逐厝诶，班厝拢无离开，拢有参与即一段，即一首偈哦，佛祖家己诶文言。哦，就是一千几万年的文人，总文人呢，叫来讲的这句、这首偈呢，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一定拢会当去了解这首偈伊的真实意。那么，而且伊讲的讲，圣人生死时代，其实佛祖弘忍大师呢，伊伫遮也就是讲，甲咱世尊呢，伊伫这个五顶会馆内底伫灵山哦。人讲一个手客，怎么样？手客一朵发誓花，就是一朵莲，菠萝蜜花。啊，咱一个，伊就做一个微笑，莲花微笑，迄个共安的是共款的意思哦。咱世尊，伊就讲无有正法安住，涅槃妙心是上无上，微妙法门。不离文字，教化佛团复修，摩诃迦舍。这个公案它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哦。所以这首偈，会使讲，就是甲咱国、咱世尊呢，伊伫灵山呢，要穿衣冠吼，迄摩诃迦舍同样的一个意义。所以讲，五日生死，四年生死时代，哦，拄则咱两位领袖拢有讲过，世间人什么代志上最重要？生甲死。哦，不管是咱肉体的生甲死，哦，咱足欢喜生，但是足惊死，是毋是安尼？就像咱去到泉州要办桌，咧度人的时阵啊，迄个林医院就甲妈妈讲吼，妈妈你爱来拜拜哦，啊，咱咧龙天是标本吼，有写着咱的名，天崩挂号地府抽名，百岁年后一点灵性伫往西方极乐的所在。听到百岁年老死的代志，怎啊唔敢来拜拜？伊怎啊讲后迄个代志，后个正好康的，对不对？伊就讲后个正好个，怎啊唔敢来？唔敢来传播，做假拢要来，本来才一种剩三种，阮去到八啊，点一万多，点三种。剩呢，因的孙啊，因妈妈甲因哥哥甲因阿嫂，这两个孙啊，还佫其他的甚物人，总共多剩三个。那么伫遮佛法经验嘛？甲咱目前很清晰啊吼，啊，今日咱今日去办道，今日开智慧，重点就是咱出离生死苦海。但是，遐个人佫足惊咱讲着死哦。啊，这时阵呢，咱是要如何来做一个解说？啊，咱当然咱前人慈悲呢，嘛甲佛法教啦吼，因为佛法袂晓，我就问，啊，伊嘛是甲咱讲，啊，死呀、命呀、运呀，哦。这个姻缘，你敢会当讲真正要了脱生死轮回，才有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机缘。啊，爱甲伊讲，互伊了解了后，咱要度人较简单。哦，那么当然，而且咱五祖哦，要互伊的文人伫遐呢，做伙伫遐学习的所有的众多地，会当了解生死、超脱生死轮回的这个法门。哦，当然，伊头前着了解讲啊，一定要甲伊话传给六祖。但是呢，伊阁惊六祖伊有危险，而且阁借着即个公案，要来真正甲，互所有的文人拢会当去相信，哦，咱五祖甲伊发出了六祖伊的即、這个哦因缘，甲伊的真实性，为虾米会选六祖哦，互伊做一个心服口服。那么而且伊阁讲，你一定将你只求福德，何况感受讲，其实咱世间人。有只原来有讲，世间人追求就是福德。哦，福德缘投的，敢若当下咧食饭，看到电视报道，敢是有一个歌王，
敢是吼？咱敢是讲，今日有一个歌王，啊，伊囝，就是专门咧放阮鸟的嘛吼，敢是对？歌王就是专门咧放阮鸟，啊，伊囝来，伊囝来，摕三千亿哦，三几亿？三千亿还是三百亿？啊，三十亿，好、哦，三十亿，我看无啥详细，但是我有先我看去啦。三十亿，啊，伊财产拢总抢抢去，啊，这个起势的，啊，注意细啥，他是被他儿子气死。伊家偷偷赚财产，拢总赚了了，啊，这个歌王呢，嘛细啥我真会，去互囝起势的。啊！伊一世人放阮鸟，啊，赚了尔侪钱，结果伊的囝全部拢甲财产甲过了了。等到伊知影的时阵，唔知要哪接受。啊，所以讲其实真正福德的，啊，就是人间咱人间的果报。哦，张阿雄，啊，张阿雄，张阿雄，张阿雄，张哦，姓张哦，张阿雄，咱台湾人啊，敢若是恭喜来个。现在你已经 Google 就知影咯，嗯，对对，你看，啊，所以阮个法嘛安尼体会，亲像阮江汉子迄阵吼，因为有一个好朋友嘛，迄个郭秀珠议员的两个，哦，啊，过来就是，郭清景就是阮江汉子足好的朋友，啊嘛，捌来甲伊，咧甲伊，以前咧甲伊讲的时阵，另外无兴趣，哦，啊，等下，迄个啥？庄什么？庄先生在讲的时阵呢，伊有兴趣的时阵，迄个郭清景换来甲江南主讲，你无咧移民者，哦，你唔要叫人插，因这是咧，就像咧插阮鸟的对无？插这只阮鸟买倒来偌侪钱奖金，但是输啊输足侪，赢嘛赢足侪，哦，啊，这郭清景怎个讲哦？啊，不，你唔要移民是另当移，啊，就这样子将伊保到死心，哦。那么，佮透过阿峰讲，叫阿峰，阿峰叫林宝嘞，去甲郭清景讲，拜托郭清景接我予阿峰林宝。阿林宝倒来咧甲我讲，我讲林宝，你慢慢去操作呢，吼、哦。啊，若郭清景哦，即只鸟若拄仔有趁钱，啊，就好；啊，若无趁钱嘞，哦，即种个个物件，咱尽量莫去插，吼、哦。啊，你着做推仔，趁偌济，咱开偌济，咱就好啊。莫想伤济，趁较会容易哦。啊，所以你这个福德就是今天的这个果报哦。当然有老福甲无老福有两种。啊，世间福就拄则咱前面有讲话，讲咱厨房的厨师哦，因逐工逐个起落班拢爱伫厨房哦，为咱服务，煮了嘞非常美味的午餐。但是伊袂当来听道理，伊所做是无畏师哦，是无畏师。三思内底的这无畏师，就是三思、财思、法思、无畏师，伊各有不同的这个因缘，互咱了解对。你若法师就化无畏，对无？啊，无畏师就消苦根，啊，若财思就消业障。哦，啊，所以咱的福报其实拢是对布施而来的。哦，所以讲才讲有是为有为先，但是这呢是有老。那么真正要达到啊，无老的呢，就是爱出世间福。那么你讲出世间福，何况我感受讲，其实真正啊，伊个智慧一个开发，你应该亲像咱的智慧，会当达到真正的这个解脱自在。啊，无呢，何况我咧想啦，修道是要修啥物？脾气毛病，脾气本无，恢复本有的这个德性。这也就是咱今日修烦恼，伫修烦恼的过程，切车动瓦哦，如切如车，得合也如动如瓦，自修也，而且双重管道是来修就咱家己，或咱的内在真正会当达到自在哦，这是啊、自在解脱的这一面，才有法度能得到这无尽的这无老的这福报哦。所以呢，而且伊讲。咱拢只求福德尔，但是何况拢感受讲，互咱的前人、副前人，甲咱佛学领明了后，做经历了后，互咱感受讲，有时仔真正变无前线咯吼，也无法度甲道路办好诶时阵呢，真正是愧对上天诶，哦，
啊，要甲道办拢好，急佫无法度来急，也没办法急。啊，无过急的时阵呢，咱伫带动的过程，如果若无通尽心，佫愧对上天，就叫前人慈悲给的我讲，咱即款是办事要的道，是天经历天命，毋是点传的天，天命的点传。但是即卖经历，就是要经营管理所有的道务，那么佫加上爱点传，啊，就是双重的一个责任。以前的点传是大概都是人才在处理解决一切的道务的问题，因为在经历较少，是毋是安尼？但是即卖经历侪，就叫伊甲我讲泰国哦，宝光从政有2000个点传师伫泰国啊，啊一单点50万。但是伊甲我讲吼，安尼算算咧，就当看一个经历较二啊五个尔呢。啊，咱的经历足少咧，咱的经历咱泰国的点钱敢若爱1000还是1200的呢？啊，所以讲咱咱两个经历一样尔，加上咱一个目前有哪三个尔呢？所以讲咱的责任真正够重大，有够重的。啊，后续了讲千分之百，啊无爱咱爱好卡一经历出去的吼，安尼较好办代志。伊讲毋是像咱想遐简单，我靠，迄无，人个像咱宝光从政的经历足多呢。像阮即个去参加公益论坛吼，伊排出拢是经历，拢是田团师，拢是像最好个，大家拢是田团师。啊，所以我靠，感谢讲确实啊，咱伊个圣坛呢，会经历较少，所以呢，相对个呢，责任就会较大。那么而且呢，若讲要求福田呐。其实或许都觉得说，只有尽心、尽责，尽我们的天命使命而已。没有什么福德，无啦。我发觉看，迄个一百个点粉丝或十点个百个点粉丝，应该拢散落，应该拢散。啊，为什么会散落？因为责任相当，迄压力我都舒缓，所以而且，不当然，咱是有所求，就是当然求，当然福德。但是你有所求的心态去推动带动道务，有所求，啊，就有福报。但是伊是有劳的，有劳的，伊咱福报来享尽的，在对了。我那是袂当的，处理生死苦海，袂当处理生死苦海。所以呢，而且伊甲讲，这个生死其实，拄则咱神父林咱领任讲啊，神领任有讲。啊，生死苦海，为甚物讲人生是苦海？因为咱困伫这个五行内底，啊嘛造成了八大苦，生老病死，生都无讲到我这间，我互我感觉吼，咱若生伫这小康家庭，遐像咱在座每一个亲戚，应该都还好，因为咱的爸爸妈妈像有责任，咱拢无去有夭折。啊，若生伫个艺术毕业吼，就真正是可怜。啊，若老出现的现象，为了去破坏。感受上艰苦就是病，英雄怕病来磨，但是病从哪里来？家己病情本苦，拢是咱家己做来。啊，咱要如何来跳脱这個生死苦海？啊，就是讲真正爱真修实练，真正爱透过真修实练。因为呢，生这个生死，一念心动就入生死啊，一念心动，一念心即天动，一念恶即地界。真正生死是个修炼，一线之间而已。甲咱同款，咱这肉体生死嘛是呼吸之间而已。啊，分出若袂晓输入，就差不多再见啦。同款的这个意思。所以呢，一定要达到妄念不起，才会当超生了死。啊，要怎达到妄念不起？这是一个非常深。咱讲个讲非常高深个一个功夫啦，所以伊则讲自性就灭。那么灭，咱有啥物会灭去？互我拢安尼想，其实我们大部分都会被迷疑惑所迷，所以咱才有即个惑，对无？迷惑苦轮回，整个一直在这边轮回。咱今日其实一生当中最大个要求就是。六道轮回，若无人讲，天作孽犹可畏，自作孽是不可忘。咱今日若只求福田，不求处理生死苦海，就是咧自作孽。
都无法度咧，人有别人来当甲咱救，是毋是安尼？啊，所以讲建议咱自信就别复何可救。而且咱师尊老人甲甲咱讲，天理先天信业者，咱会当名留千秋万古传。啊，若重于后天观业者，哦，福临人物有用心之意。但是世间是世间，永不在世间，咱就不落去。像这个歌王吼，我话下头安尼想，三十亿，你看，你赚三十亿，对咱对我话来讲是天文数字呢。我话讲迄个三万都有问题，还叫三十亿。那么你这个过程内底，伊求的这呢，富贵，也就是讲，咱今日伊财产给咱的子孙，子孙就必定受。啊，伊册吼，遗书给咱的子孙，子孙就必定读。只有伊给予咱的子孙，才有法度让庇荫咱的子孙呢，能够万年永久，而且搁会当大拍火。吼，我拢一直安尼想，要怎有子孙大拍火？啊，就是讲，你看咱孔夫子，伊甲即阵七十二代，甲即阵七十二代，伊的后代呢，啊，搁大家拢有够，咱讲的够读册，啊，大家拢。有社会服务是一个非常哦有名的一个咱社会上的对社会非常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今日也就是伊的来庇佑哦，所以呢，伊学法啊，继续讲解，互我拢安体会。哎，打过去的时候是真正哦，阮住喺看守所啊，啊人拢阮连这人拢甲阮笑，想讲安尼做囝啊嫁去个看守所啊。住喺厝吼，土脚厝，佫无法通厝。你知我阿公当日甲我妈妈咧讲，哦，但是呢，哎，好佳哉，佛法，过来即个新的家庭呢，真正给祖地应子孙哦。虽然无足好，可是呢，我拢还算平安顺利。嗯。所以呢，伊而且呢，咱五祖呢，甲家己所有的温情呢，安尼讲。那么而且伊即句呢，重点哦，伊先讲一个原因引流，啊来阿伯吼、哦、阿伯，伊这阿伯伊就是要叫诸侯吼，要诸侯去选择吼、哦，选择第六代祖的这个人选。伊讲密定公主看智慧，出自温馨特质之现。那么当然，而且呢，咱啊，佛法以前呢，咱有报过的时阵呢，这可能是咱前父亲的慈悲呢，迄阵甲咱啊，积德的一个地灵用三代殿的，而且如何以咱祖先智慧、温馨发这慈心来底，要如何用咱的智慧哦，啊来开发出咱的地灵用三代殿。那么而且伊讲，出自祖先中的这宝藏。哦，第一，伊就是要来考咱的钱。哦，咱祖先中的播种，其实就是我们的仁德。因为伊将来就是讲爱看智慧的哦，哦，唔是拢用咱的世间智，因为世智变错，一定爱依咱的根本真理、本心发智之性，才有法度人开发出着咱的智力用三大点。所以一定爱出祖先中的播种。啊，就是咱的坚定哦。第二，伊讲要考验的一个修道者的这个能力哦，所以叫做一修记哦，一修记天上会看安尼。那么一定爱是提出迄个考验出一个啊修道者的能力，所以呢，就是爱考验伊的哦，因为爱看咱体悟。我感受讲，咱今日真正有法度哦。是技术技中来修盲道，今日这条路无开我，但是各方都人勇往直前，无退钱的，无退道的，这绝对有付出智力用的功夫。因为你一定要有智慧哦，有悟力，有体悟，就讲道经、秘经、天命经的思想，会当咱超生四脱轮回。咱今日才有法度人投入，啊，才有法度人深入哦。那么伊佫讲哦。第三，伊要了解一个人修德修持的功夫，哦，就是伊的用，就是讲咱今日修万德的这个功夫用多深，哦，其实
咱各位前贤，咱看每一个兄弟姊妹，伊愿意对道道路的付出，哦，咱讲话讲对道路的付出是马马虎虎，还是真正的投入，咱就咱看出伊伫咧用三达一个功夫，哦，所以呢，我看伫遮的咱过去咱父亲的，就把咱慈悲给咱教。那么，伊讲要叫伊出本心发这个精神，就是要靠伊自然用的功夫。那么修道只要有足自然用的功夫，那么心得就变有力啊吼。所以伊讲爱看智慧，嘛是看你的智识，吼是看你的智识。那么故作一己来填五坎，吼用五代义，啊就是讲真正有法度人体悟出咱啊本来。真面目哦，可以看出咱父母未生前，而且本来面目修办到呢，互我感受讲啊，咱今日不管是读咱个做堂经，还是所谓三宗十二部经典，咱拢有法度人啊一以归去哦。咱目前是像咱个咱祖辈啊，文字般若、万照般若，达到实相般若，但我度人一以归去。哦，啊，就是讲一年过去就咱学着做观念，咱即届已经学第三次啊，第四次啊，绝对有更加深的这个印象，要学第一次是无同款的吼。真正咱学金刚经是咱目前人一直慈悲甲咱做一个开始，咱拢无出来分享过，哦，当然有咱啊半点钟的做一个分一种问答尔。啊，若讲如果讲哦，咱六祖坛经。咱拢大家有出来做分享，咱就有更加深的一个印象。所以而且伊讲，各凭一己，哦，听我看就够大意，就不依法规地人来做。那么而且咱拢了解，这传法就是传依法，哦。那么依就是依法，法就是哦，不负遗传本地，时时刻刻本心。而且见性，而且观门哦。那么你这伊诶传法传依观呢，就是后盖要甲地人代做，而且祖师祖位呢传予迄个诶真正有法度人哦，承接伊即个心法，而且道伊诶温度哦。所以即讲伊要传授依观为地法的即个凭证哦。但是咱拢知影，得到对达摩初座。甲咱地下来做，而且过程内底拢是有传依法，啊，亲像咱佛陀呢，伊嘛是哦莲花微笑，而且公案嘛是有传依法依法的，互咱的即个加持尊者。所以呢，伫咱佛陀呢已经离开咱的2562年哦，啊，听讲呢，大贴小尊者呢，伊个手还阁捧着一领袈裟，哦，伫个鸡足山等待，鸡足山等待，东来下生的弥勒尊佛要甲佛陀的这袈裟传予伊，哦，所以咱拢知影，三佛修完，啊，就是咱延年古佛、释迦牟尼佛，即款是咱弥勒古佛的降天化，哦，降天化，三佛修完的这因缘，互咱做些了解。那么当然。对佛陀甲咱徛小尊者、阿难尊者到后壁哦，一直二十八代祖师达摩初座来到咱中国哦，达摩西来一直无转变心意，用功夫哦，伊传了慧可二座、精藏三座、道心四座，甲咱即马咱读的一批弘忍五座，要甲依法传予咱慧连六座呢，拢是伊的一贯相传。那么这一贯相传，咱后壁就当。了解哦，咱达祖伊名字有莲师哦，三界的名字有莲师，但是伊的依法，迄个伫咱看道义的册讲，比丘六界哦，比丘六处。那么达祖名大师讲过，因为伊要积传依法哦，积传依法，伊讲讲，第五法者，即第五是宗旨，不得再传依法。所以，伫六祖开始呢，啊，伫咱观经的记载呢，伊就无搁传伊过。但是，伫伊的修法的这个时代地主，甲南敦哦，而且上宗的法门呢，传到非常非常的这个
哦，人讲讲穿甲非常的这个壮观啦吼。人当然我问，咱甲咱手啊，咱嘛是一致建设，一致建设，建设修复。诶，顿悟我问，恁怎啊穿的嘛是同款哦。所以咱多讲思维，多讲回体，而且因缘呢，从咱六祖呢才开始哦。那么。而且伊阁讲思量即不重用咧，而且互我甲咱各位亲戚分享吼，互我有伫一本册看，伊讲佛言经又甲咱慈悲啊，伊讲法性本空寂，无处亦无界，性空即是空，不可得思量。其实咱互我嘛体会讲，伫咱修万道的过程内底，你若阁想啊吼，阁甲想者，你也做袂落呀，哦，就是做下去就对了。思量即不重用。有时啊，互我安尼想，啊，我即逝又搁爱去泉州啊，哦，你亲像我七月初八爱去，因为本来呢，正义社也讲要七月初五去，但是呢，咱易祖老师呢，伊七月七号四年教育班，而且呢，伊搁有一挂工课吼，啊，所以伊甲我讲，伊七月八号带咱去，哦，那么当然这一次呢，要请易祖老师去，是要带动咱马甲也而且读经班。啊，所以我较尾啊，嘛是咧配合江苏啦吼，啊，嘛爱甲郑医师啊讲吼，伊就会多去十四天。那么，我加问上友，啊，阮去十四天，原来头前到后壁十五天，即、這个机票钱偌济？哦，伊甲我，我讲你用什么较贵？阮即马吼要来办一笔啊，伊甲我讲上少就是5800。原来两礼拜票甲三礼拜票是完全无同款的吼，三礼拜票伊加足贵的哦，伊加足贵，所以我真解是三礼拜去二十天，三礼拜而且爱买千三，伊讲你若讲买超过两礼拜吼，计上好无同款。所以伫遮也就是讲，使用即不重用，也就是讲吼，咱一定是唔免想伤济，哦，唔免想伤济，所以呢，咱修道人也就是咱直下无心。默契而已，民心之差，只要你想得到，搁你搁往白想咧，就有对台。那么搁伫遐咧，家讲想讲，哎，我一抓去，啊，当然爱去计划吼，爱去计划，啊，你一抓去，咱得到偌济的功效？我如果若搁安尼想咧，我就唔知要安怎做吼。所以你才讲，思量即不重要，见性之言，言下思见。那么你才伊的思量，当然就是。知识思量就是写书，知识看法就是写经，知识思量就是写念。拢必须呢，必须甲转识为智慧，转识心智，才能达到正思正念，正念无所求，即无为要而为哦。无求啥物，而且你搁爱去做哦。因为呢，而且伊讲见性之言下思见，互我拢安尼想讲，伊讲言下思见。就是咱时常咧讲个八阿当下，那么当下是欲啥物叫做八阿当下？互我今年诶课咧叫做尊师重道。那尊师重道要在当下，那么在这个当下，互我安尼有时啊甲体会，是此时此刻吗？即款高点十分，这叫当下。一时间来成就当下，但是咱真正要有法度让言下思见，一定要以静默做主人。哦，这是佛学的一个体会。如果你当以静默做主人，伊阿爹伊就讲啊，哦，伊就讲啊讲佛即速去，不是，就如处讲，有法度了，达到把握当下言下思见，你就见性，而且会当来轮到上面的见性。不管你遇到什么环境、什么因缘，轮到上面的，当然这个轮到上面的，互相体会讲吼，这就是讲，咱伫这个世间，哦，一定要去趁钱，做家爱亲，做人爱命，无唔对。但是你有法度让众生平凡无？哦，在生活经验过程内底，众生平凡，咱即阵好非常修无唔对，但是咱有法度让真正众生平凡。这更是咱今日要去思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哦，因为咱有时拢会重观提醒。我今日来加班，可能会，啊，我就辛苦点来谈，哦。但是呢，只要咱能达到组长干部，而且伊能互相感受，我呾已经有法度达到重视平衡了。
因为呢，咱了解修道、办道、福慧双修呢，才好多人超脱生死轮回。哦，这是咱佛法呢，甲咱各位前人分享的这一段，而且，佛法的这个心得啦，吼，佛法的看法啦，哦，啊，如果呐贵些的所在，因为咱目前人既然有来，或许就是目前人慈悲吼，讲的较。咱目前人伊个意见甲伊个见地呢，当然会较淋漓尽致啦吼。啊，我们就给他45分的时间呢，吼，伊甲咱做一个开始吼，做一个开始。所以呢，伫这一段呢，就是讲，互咱做一个开始，咱一定啊有法度能了解五祖弘一大师呢，伊为啥物甲伊中文里讲即句话？那么咱想想听入了后，咱有法度刻入咱个。啊，体是咱的本心，达到咱达到这个意境哦，了解生死事态，生死有咱肉体的生死性别，嘛有咱自性哦，咱一点不性，伊会了解生死轮回的这个重要哦。真正要超脱这个苦海，不是遐尔啊简单哦，绝对飞天过大条命的，爱非常非常的饱满哦。这样我都讲回向面目诶，才不会觉得惭愧。哦，这是我法这一段的这个体会啦。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富前人慈悲哦，感恩自己开心，感谢富前人及各位前人慈悲。感谢你们慈悲前道修。Oh.